老婆，你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？开箱鼠来宝的东西。什么样的东西？这个。点读书。嗨，嗨，鼠来宝宝。他的点读书吗？对。我们已经有先开了啦。嗯。然后这一本的话是0到8岁在用的，然后另外一本的话是2到10岁。哦。这个的话比较生活上面的东西，然后这一本我就还没开了。好远哦，我看不到。好，等一下，这样，给你拿。哦。还有，你要哪一本？2到10岁的，还有0到8岁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比较生活，比如说什么动物啊、生活用品，然后一些交通、食物、水果那一些。嗯哼。然后里面还有，这什么？小的海报吧。嗯。可以让你贴在墙壁上。就是一些简单的，对，这样子。那你买这一本多少啊？900多，就是全部900多。就是教他念书啊，陪他读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他就是好处就是他有这个点读，哦、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吸引他的。哦。小牛津全脑开发点读系列，听说这个可以耶，你看。Apple。哦。哦，好玩吗？小鸟的声音耶。Bird， 好酷啊、哦！啾。Cat，、嗯、然后你点猫，点中文，它就讲中文。然后如果点这个动物的话，它会，比如说这个动物会叫，那它就会用叫声出来。嗯，还不错哎。大象哎，你看。Elephant，、嗯、好酷啊、哦。Frog。然后这是那个，我们来看这是什么贴纸哦。哎、欸，好多哦，这样900多块，我觉得很划算哎。它好像有7个东西吧？啊，如果那个点读坏掉了，点读坏掉，点读坏掉，应该就是可以去官网维修吧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个是音乐吗？嗯，有声书，它没有字，只是点下去就有音乐。对，有声音。你看，它一直被你吸引过去。然后啊，这个封面也可以哦。Dolphin。哦。那只牛呢？牛在哪里？牛右下角那只。开始练习吧。然后它很好玩的是，它这边可以大小声。嗯。那也可以录自己的声音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那边这个我还没有用过，可是大小声这边也可以操作。然后这是一些英文的 ，B， 好简单的。对，然后翻过来就是动物，它这边有问与答哦，你可以。游戏时间到，小朋友想想看 ，Zebra 在哪里呀 ？Zebra 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他手在指哎 ，Zebra 在哪里？你确定他手在指吗？他手刚在指啊。他说在那里。在哪里 ？Zebra，Zebra 在哪里？就是可以跟他互动。嗯、对啊，你平常就是没有互动的话，你就只要点动物，它就是像刚刚这样子，它会学动物的叫声，然后英文。嗯哼嗯哼。就是比较生活啊，然后其他页这都动物嘛，然后过来有水上动物，开始练习吧、嗯。水中的生物，然后交通。对。水果。嗯哼。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应该要先让他从中文开始吧。对，这样子。还蛮多的，这个是0到2岁的。0到8岁。0到8岁。其实可以用很久哎。可以啊。可是我不知道小时候要培养他念书的习惯吗？对，就是人家建议说小时候就是拿书陪他一起念，他才会习惯。哦。怎么了？而且我觉得就是他有时候玩东西玩腻了之后，你就拿这个陪他。就是它会吸引住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陪他，他现在差不多了，你点给他听。他刚自己关机了。小牛津全脑开发点读系列。动物。点动物。我点动物。他喜欢动物。海洋动物。你看。Dolphin。海豚。海豚。他对头发比较有兴趣。海狗不是，你要看这个，不是我的头发。他对我头发真的很有兴趣。
squid. 这什么？枪乌贼。枪乌贼。然后他嘴巴一直动哎，他想要吃。他竟然不懂。对，海龟耶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海龟。海龟，你最多乌龟了，你知道吗？乌龟对。他说对对。对对。好笑。然后就大概这样，然后因为我先上网查，有些人说一些点读笔它的那个纸比较薄、哦，然后小朋友很容易撕破。哦。然后我特地找了这个超厚的。哦。比较不容易撕坏。对啊。对啊，因为等它大一点，它一定会撕。对，尤其是会撕卫生纸、啊。小朋友，对，开始练习吧。吃那个树啊。他在吃树。嗯。对，还有紫薯。你看后面还有家人哦。有啊，叫他念奶奶。点一下。奶奶。Grandmother。你看，奶奶，爷爷。Grandfather。好久不理我哎。Father。Father。Mother。Mother。Hello。大家比较喜欢吃这个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我看他整个前面的那个盒子的封面好了。封面、啊。我其实他很多哎、欸。哎呦，大哥！哇、哦，这么大声的大哥。嗨，没有吐奶吧？小朋友，开始练习吧。长这样子。哇，这个还不错哦。我那时候在好事多也有看到。哦，好事多也有卖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好事多还有卖很多种类的。嗯，就看你想要买什么类型。对啊，900多，我觉得可以用很久，蛮划算的啊。嗯，可以陪小孩子。对啊，然后很多种。嗯哼，还不错。还可以。好，分享给大家。